你好，下雨了。哎呀。你好，他在陪小朋友游泳。啊，谢谢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坐坐坐。我继续，你的麦克风。然后要不要买气？您觉得这个1.8的菜是跟这个索尼的这个1.8，那个要7000多，这个是大概3000多的了。对对对，您感觉这个拍出来区别大吗？啊，没有大，没有那么大，没那么大。还是这个1.是很好的。哎，这个很好。对，但是我没钱买不了。啊，是。对比以后，我看这个在屏幕里面看到就区别很大了。哦，这个底花的很厉害的，你看这样拍出照片很漂亮，我对吧？后面修掉了，前面那个，哦，这个有点。这是昨天人家来试的。买55还是买85好？哎呀，我这个也我用，你也有啊啊，这个很 sharp 吧？啊，偏那个硬币度啊，硬变度很大。对对对，很好。我好久以前买这个，还有这个球来了，这个球来了，然后马上买这个。这是个没想到，八个一啊，这是加了个遮阳罩，实际上就这么这样。啊，我看看分量，挺轻的。啊，八点三，八点三。就这两个，不知道它镜头，差的有多少？还是我喜欢这个，你喜欢这个？嗯，这个也很轻，这个比这个，我感觉这个镜头。没法端出去，对的，关键还费钱啊，还是重量很重要啊，对，哎，但这个两个差还差了1倍啊，对，7000多，这3000多，对，外国的那个网站，看着那个调查 DP 那边啊，看他们的图片，对吧？嗯，那还是这个接生力很好的，接生力对吧？啊，还是那个 contrast 强，啊，这个有区别，啊。
这个杯放在包里面弄坏了也不心疼。嗯，你做销售嘛，你也得给点建议吧。没有，你就说从性价比来说，你就买一个包一点包。你跟我分析一下这个利价比，对吧？对，像这个就是说色彩，菜色的色彩要比原先的要好。啊，浓郁一点。嗯，浓一点，浓一点。嗯，对，色彩浓一点。嗯。我不好意思啊。就是说似乎挺已经很完美了，这个，嗯，我拍一下您啊，等一下啊。怎么见到美女？有那么美女，啊，为什么拍我？美女啊，真的，真的很好。你拍人吗？没拍过，我只是那买这个试试拍啊，有区别，嗯，真有区别，真有区别，真有区别，价格也有区别。这个八十五一年是多少钱？一万多。你要考虑啊，八十五一点八是三分之一的。关键是这个鞋带，最主要是鞋带，嗯，鞋带太沉了，不行，就是将来搞不好又要整两个，对吧？一个放家里，对吧？哇，难得碰到美女的时候拍两个，对吧？就这种照片看着，对吧？嗯，就感觉很完美的这种，完美的。好了，嗯，放家里吧，反正也不带出去，是吧？这个的。因为我觉得买这个七千多的肯定没意思的，七千多的这个肯定没意思，我要么就买个三千最差的。太好了吧？这不要了，算了。这个呢，因为七千多，我觉得跟这个一万多，那不如我们买个好头放家里，没事再买个三千的头出去，挺好。兄弟啊，看看这个查一查什么价格，看淘宝是。下次朋友问我价格贵了，买两个八十五，两个八十五，一个放家里对吧？这个呢，一个呢出去放家里没什么用啊。我这放家里，比如就是在上海这范围的时候，开车的时候带着或者怎么样。另外一个呢，出去旅游的时候，对吧？携带轻便啊。那你说，对吧？哎，太厉害了！拿了两个，来试一下。好。嗯，好。OK 啊。OK。给我送那个快递吧，可以啊。啊，好，包包装是吧？对对对，就是你拿走。对，可以。你等一下给我个地址。好的。你发我微信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幸福，心想事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
今天吃什么？谢谢。另外慢走。